欢迎来到成龙谈房产。今天呢，想跟大家分享我做了10多年的这个房产哈，看到浮浮沉沉，也看到了就是蛮多的我们老客户的这个成功的这些经验。他们现在已经开始退休了，那么他们这边的话，10多年之前呢，就是 back to 2010年、11年呢，也是在买房这个阶段，原始积累买房这个创造这个阶段。那么现在的话，他们有了华丽的转身，都开始退休了，有孙子了。而且近3年呢，发现他们把孩子也引进来，开始慢慢的投资了。那么现在这个时候呢，是就是存钱的好时机，请大家耐心等待。你们在拉斯维加斯投资房产的话，我们也有好的就是房产的那个管理团队，安娜啊。我觉得 Nancy 说的很是哈。我这里呢负责打理这个屋主们的资产，所以呢也有老一代的客户，然后也有这个新一代的客户，就是一家子的哈。然后看着他们，因为我们有的时候需要微信联系，看着那些老客户的这个丰富的业余生活、退休生活哈，那真的也是有这个租金收入的持续稳定的。保障哈，才能够有这样享受非常安逸的这个退休生活。所以我觉得，从我做了这份工作以后，真的对房产投资也有了新的认识也想把这些信息分享给大家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大家下一期再见，